家好，我是中原创厨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我们在台湾太阳能发电厂的维运及发电预测。在台湾，日照充足，气候适宜，非常适合发展太阳能发电。而东元电机致力于可再生能源，提供高效、可靠且具有竞争力的电厂开发及能源解决方案。在维运方面呢，我们注重细节、专业团队及定期检查及设备维护，采用先进的监控技术，以保障系统的稳定运行。在发电预测方面呢，我们通过分析天气等因素，提高准确性，确保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。在未来，我们将持续努力，为台湾绿色能源发展做出贡献。